讲，初婚有可能就是你的亲姐姐，是我的姐姐婚比你。这边哪有可能呢？哎呀，客人，你在想啥？人来是用的，可是那个陪同千万不能成套路。为什么？顶面你讲娶金婚的时阵，初婚又搁生气又搁道歉，如今互相诉冤诉冤病，初婚这阵又搁破病在身，唔肯上吊。你若是讲出去，万一两位老大人下晡想要上吊去见查某囝，安尼敢唔是？对，也是你想的较周到。我是不是会跟你大哥讲？那讲都袂用的，草根这阵当然生气的。你若走去跟你公公，一定走去介绍你。草根还是坚持无要承认，安尼这世人，暂时无法度，无机会同他改装。哎呀，有仙呐、啊，安尼也袂用的，安尼也袂用的。你到底是用药的，也是看出来？我用药也好，用看出来嘛好。这件代志，都是咱两个老大人来了后，看是不是用那种亲情来打动伊啊？亲情？丁阳公，阮王爷身体无爽快，无想要见客，请你等。啊？你还跟我等去？这嘛不可，小的担当未起呀。新娘，你担当，你无责任，不如来负责。下跪。哎，红娘，红娘。红娘，红娘。大哥，爹爹，我是来看你啊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不爱见你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哎呀，爹，你就是这样子任性，为什么不听我呢？好，我抓到证据了吼，我看你怎在管咱证据，证据在我的手头，现在我好苦。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用摕别人的物件？哼，做什么？那你我问你，这是什么物件？现在有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，贤弟啊！
意思是，就是一定出我是查某的，原来是。就是讲，苏金平陪你出生入死，你都爱娶伊。遐分兵娘无甲你同甘共苦，都用慢慢啊找。哪呢？你是讲妾比你的原配更加重要咯？哎呀，不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讲，你什么意思拢跟我无关系。也唔过我能甲你讲，因为要找我分兵娘。你敢唔捌想过？你先娶洪金文，后来皇上又搁赐婚苏金平给你，你已经有两个娇妻美妾。可是这件代志，若是予你原配知影，伊敢会怨恨你负心，恨你薄幸？伊就算讲无死，伊也蹲入苦门，永破千钉。是变成一个负心汉，变成一个薄情郎的，所以我才要劝，讲我对待你两个娇妻，就当作无分别娘这个人，你也免去找，也免去想，就让伊去自生自灭。这是上心爹呢，你看，你心上人来啊！这是石金兵啊！是安怎呢？我看你这几天拢无闷不乐，所以带金兵来看你，你哪在叹气？你喏，你是不是无想要见我？所以看到我，连都无欢喜。啊，你哪会的？李龙，讲话啊！我未婚妻的代志，林平知影。这件代志，我早就听人讲过啊。而且，林文姐姐嘛有跟我讲，你要利用三年的时间找找婚姑娘啊。是啊，林平伊听了非常的感动，伊愿意要替李龙到处婚姑娘。唔免找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先娶你，皇上再赐婚金币，这件代志应该讲是天下大定。如果讲一分兵娘若是无死，
伊必然会讲，因为我是变性，所以伊哪有可能出现？拢是我唔好，是我害你袂当找无分哥呢。李龙，为什么你有这款的想法？是初年在甲我讲的啊。那有一定是伊，我怀疑初魂都是魂兵呢。你讲初魂是魂兵呢？你讲初年代是女主？这边哪有可能呢？李龙，你想看看。自从你甲初魂伫个杭州熟识以来，伊对你种种的态度，咱订婚的时阵，伊也不顾礼节。伫杭州，我甲伊讲话的时阵，伊知影你要当回答，非常的生气。不过，我完婚的时阵，伊也故意假扮无来参加，并且甲你争夺万岁的代志，这种种的现象。对当正面讲，你就是一个女子啊！我也有同感。每一摆，我若是甲李龙相处的时阵，就受到祖坟用冷言冷语你来讽刺我。今仔日听你们姐姐安尼讲，我愈感觉祖坟就是一位女子。就算讲你拢怀疑伊是女子，但是有啥物证据会当证明伊是阮冰凌呢？你是真够刁滴的。初婚如果不是婚兵娘，伊哪会管你娶三妻四妾？如果初婚不是婚兵娘，为什么会对你关怀无比，对我甲银平报以关怀？婚兵娘三岁就来失踪，你哪会知影有未婚夫的代志？为什么会为着你再娶而伤心呢？初魂对你所讲遐话，都是黄冰娘心内所要讲的话。伊是伫怨恨你，伊是伫气你啊。不过伊若毋是黄冰娘，伊会是啥呢？对啊，金文姐姐分析了足有道理的呢。对啊，我怎想到？我曾经伫个房间，伫初魂的房间，看里面有一只刀骨。哎呀，我来这戆啦！李龙，你连伊的刀骨都看到啊，你还不知道是一位女子？哈，你哦，确实是有够戆。哎呀，我两位好夫人，在这时阵你还搁在咧搞我踢球，紧的啊，赶紧搞想个啥办法啦？这唔较简单。只要你当面甲传伊的身份，然后将伊娘娶倒转来，安尼就好啊嘛。不行诶，初婚的个性非常的倔强，若是要承认，伊早就承认啊，那就等到即阵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会当让初婚承认伊就是婚兵呢。参见王爷。什么王爷？现在你已经是中央王了，可再说我是家大你几岁，你应该称呼我一声王爷就可以啊。是是是，王爷请坐。王爹你也坐。是。不知王爷今日是为何事而来？你几啊天无上朝，我今日专程是要探你的病情啊。病情？对，想不到王兄这么关心我，还专工走来这看我。初魂真是感恩不尽啊。初魂，你瞒我是到底要瞒到什么时阵呢？王兄，初魂更加大胆，也不敢对王兄你有所欺瞒啊。真是的，初魂。用酒甲你做熟识，小王甲着伴。
看出来，伊是行动甲心态，你是一名女军才。王庆之言太可耻呀，错阮是女妖挑，暗中观察你不低调，断定你是你我娇。做得错阮无怨哉，误了公心太不该。将来安排，袂见皇上我赞成，当得清之言文明，做官真是是难成。安怎？你不是要叫我上殿去吧？会用的啊，我就陪你来。你去弄呀，几个牛角，三个牛角。小姐，我替你请。是。哦。我那个亲王爷嘛，别家，安尼都上盖好啊。王爷，小王爷，王爷，中央王一直拢无来看郡主，你讲伊安尼敢是违背着皇上的圣旨，请王爷做主。这位姑娘有所不知，其实初婚已是我。哎呀，我是恨不得当早一日看到我的娘子，要唔过。这几天我身体欠慢，所以无法度进去。今仔日庆祝你来，我的病呀是完全拢好了。你莫安尼啦，那是歹势。哎呀，这边有啥物通我歹势？皇兄赐婚，咱已经是夫妻了，这有啥物要紧？初婚，咱知影，你安尼做是会害人害己呀。